2022年9月4日，我的城市按下了暂停键，全域静默管理，一时间恍如昨日。三年了，在疫情的阴影笼罩下，人们似乎变得有些焦虑。工作不能上班，生意不能开门，贷款又要逾期，感觉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身上。但是，人生嘛，总要经历一些磨难。比疫情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我们有了疫情的心态，多一份理解，少一份抱怨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孩子，也许每个人也还只是一个孩子。我们在配合做核酸，我们人人都是防疫员，只有千千万万个我们，团结起来才是根治疫情的最大力量。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